那个材料表改到内文改到一半，因为我看看后面学长他 table S4 之后对，不是，需要就自己对，就删一是删。thanking for energy 吧，嘿，后面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的所以二那的就材料删掉吧。用不到，那我就删掉就好现在这份是跟我共用，那没有，我还先没传。自己对，还没有传，因为后面的表格还不确定要不要保留，那没有用对，你到。没有的就删掉了。好，那应该差不多改完了，大概就可以传给老师。然后那个 label 我用老师新的设定跑，会出现蛮奇怪的结果。看一下。就是它的。对，结构不会删就好了。但是 bug 是会整个很，会哦，是连 x、y、z 全部都去 relax，x、y、x、z 都全部都去 relax 啊。对，就是3项等比例OK，去所以你做，这个会很大范围的变化。它很会扭得很奇怪，就是 bug 是会一直在扭，然后层也看起来是没有。好吧，然后那就，我是有做把调回去原本设定，再做另外一个，会，因为好一点。会比较好，因为那时候以为是我的势能有问题，然后回去用旧设定跑会比较正常，就是前好吧，面那你爸四爸五你就用十，这个吧，你那我就就自一己样调吧，原设定就好，然后那我最后 label，不会炸吧？大概高温的时候才会。高温才会，基本上都是。对，load setting 就不管它了，反正有 NDL 就好了。对，总共100B，一般都是大概40B 左右，还算结构还算有双层，然后大概50B 之后开始乱了这样。OK，然后 NDL 的话，后面删掉就很高了嘛。对，这个都。对，大概这边68B 时候都是超过十的，就已经变没有0.几了，对，这前样面可都以还啊。是0.几。然后，那我现在 label 就还在跑，Label 截住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还在跑，因为早上把那个重丢了，就是用新设定，用旧的设定去跑，OK。对，然后，好，所以 Label 完，training 就完全结束了。对，好。因为这个是用就是300K 的那个 Knuckle 3的去做，OK。然后，哎，那我这样要补那个吗？Knuckle 3的 data。不用了，不管不了，用吗？因为那个博斌找到一篇哦，就是说你有做 NEB 的，拿进去 training，跟没有提供 NEB 对，的，去圈你。最后算出来的 behavior 都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。对，所以他那边的结论就是说，你不用这么麻烦提供 NEB 相 NEB 关的资料，data 去 training。了解。然后学长的他那个 label 也的 length 是跑完了。然后用的是新设定，还算正常，就一样也是大概一高半，温爆掉，对，高温爆掉，它温度大概，50度的话大概300万，高温大概落在500到500左右吧，就是结构会像刚刚那样，整个开始变形。，OK，大概500K 左右，好。那我再拿那个去做后面的 SCF 计算，然后进度大概这样，OK，好。